和游泳一样。戴护甲不戴魔抗，狂呀！海骨，艾丽，艾丽海骨。太厉害了！哎，变心，血钻。等他把线推进来，把线推进来。我准备好了。他应该把我们下反完了。这个线能看到我吗？这个兵看到我了，我还不能走。然后我这波五级其实也能打。很赚，这一定很赚，我刀也没少他。他会 TP， 但是他这么踢出来他还得亏兵、哦、不要推线，不用推，那不叫踢，他 TP 他还亏了两个兵，我们也是赚的，亏了四个、哦、后面两个兵也没吃到。一起来发海骨先，好、嗯、OK 的。快点的，一起来走到，踩一下 A 带头，简单各位，大到打他必死，然后一起来躲他大，让他浪费技能。我把这个线推了，开个眼，李芝芝。啊，绝对是有眼，因为他刚刚 TP 过来的时候上线吧，肯定是在这里插个眼才上线的。这就 OK 了。
拿不出来，问题不大，没事。他还是要死。变形，他已经慌了，他这个 Q 乱用了，现在乱用 Q 了。回家出来的有点快呀，机会。我靠，大部队来了，这一下牛逼。还好闪幻闪吧，我操，上帝被他给晕到了，但是闪幻闪还好，问题不大。这个先不吃了。这个发育会越来越好，待会先锋一拿，完不了。是我一手。Nice， 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把这个线一推，发条溃兵吧。他这时半个，他这个线卡他过不来，发条过不来，没有 TP， 他直接炸，看到没？蓝天又死一次，他直接炸。打野打得过吗？好，打得过就不去了。直接把他 S 不要用 E 啊，用 E 的话他就用位移多门的技能了，所以说直接把他 S 再怎么说，就是不让他用那个位移。OK， 别让对面上票了。能烧死他，
接着拆吧，接着拆可以，此时拆得很快。而且现在二塔也值钱了，单吃的话变值钱了，400块了，哦，450。Q 拉开，闪现拉开，走位，一起来，五个技能，踩，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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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躲 Q， 走位，一起来踩一下，带走，克，太极限好吗？冷静，该上票了。老鼠不敢露头，露头他就死。杀落了卢登，操，放到这个盾很关键，不然卢登把他炸死了。不喜欢卖多兰剑出装备，嗯，卖了吧，卖了很难受。老鼠放的，老鼠，别急。好，嗯，想干嘛呀，派克？打不过我，臭小子。太炫，我吧，不要走了，他大就行了。快，我们走。他们应该内讧了，谁也不点，我感觉。救命啊，我的哥，好大好大。
艾克好像又来了，买巫妖可以买。 什么情况呀？那奈亮怎么又不走了，又突然往前走了？有眼吗？我这里，我人都麻了，我看不懂。他搁这暂停了，我为了鱼走了，我扫描这里没眼啊，这里扫过了。 一磨刀，来枪！我操，究极锁头！ 这不打完对面还不点吗？ 真的顽强，哎，应该到期了，好像刚打的，打了很久。 就只有我在菜塔，啊！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！